老婆，我肚子有点疼，你再等我一下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喂，妈。是儿媳妇吗？你现在方便吗？你爸生病住院了。什么？爸生病住院了？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给你打50000块钱过去，等藏儿回来我们就去看你们。好。真舒服。哎呦，哎，老婆。老公，你可回来了，刚刚妈打电话过来说爸生病住院了，我刚给打了50000块钱过去。什么？谁让你给赚钱的？赶紧给我要回来。要回来？那可是咱爸呀。切，什么咱爸？俗话说得好，泼出去的女儿嫁出去的水，那小舅子和大舅哥怎么不拿钱呀？原来你是这样想的。你管我怎么想，本来我想用这个钱给我自己买块手表呢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这个钱给我要回来，我们就完了。完了是吧？哼，胡总胡总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，这是你给你老公买手表的50000块钱，来你先拿好。你钱的事我又在给你算账。喂，妈。儿子啊，淘淘刚才给妈转了50000块钱，我已经收到了，我们在人民医院，你们快来吧。好，好吗？原来是我爸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是我爸呀？我说了，是咱爸，咱爸。啊！抖音。